后李文武日经传过世，享年48岁。突如其来的噩耗让许多人不敢置信，其实他因婚变饱受忧郁症之苦，去年更发现罹患乳癌，身心灵的折磨让他的病况急转直下。李文在二日时曾留下了40秒的音档，一句句都是对粉丝得感谢与想念。亲爱的，我是 Coco，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，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，我会加油。那这段时间呢，希望你们自己也身体健康快乐，我非常想念大家，我再努力努力。想念你们，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，爱你爱你。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. Beautiful and very thoughtful. Love you guys. 根据一评新闻网报道，李文二姐李思琳面对至亲就是难以置信，悲伤透露李文最后眼神变得都是空洞，一颗耀眼巨星最后竟然变得厌世，一定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。李思琳和李文笃信佛教，坚定表示来生一定要和妹妹再续姐妹情，两人会靠着护唇膏相认，这是我们的 signal。 李思琳透露李文爱美，生怕嘴唇干，上唇容易内缩会变丑，口袋总会放着护唇膏，没有她就不会出门，因此她认为护唇膏将成为姐妹认出对方的信号。爱就爱我就一点多一些，就剩只有一点点。歌手李文 Coco 五日传出离世，享年48岁，消息曝光让外界震惊。亲姐姐李思琳证实，李文于数年前不幸患上了抑郁症，长时间与病魔抗争，可惜近日病情急转直下，于7月2日在家中轻生，令大家悲痛。今年出道满30年的李文为华语音乐圈创下无数佳绩。1975年1月17日出生于香港的他，9岁时移民美国加州旧金山。据悉李文是一父子，妈妈在怀他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，妈妈独自坚强地抚养3姐妹长大，为此李文也特别敬重妈妈。1993年18岁的他用本名李美玲参加香港 TVB 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，并获得2名的好成绩。1994年出道后在演艺圈奋力闯荡，1995年6月发行 Brave Enough to Love 勇敢去爱专辑，在台湾上架仅一个月就突破13万张销售量。1998年李文第6张华语专辑《地道地暗示》推出后，不仅销量成绩优异，同时成为第一位进入 MTV Asia Hitlist 榜和 Top 100 Asia Singles Airplay 榜的亚洲艺人，更得到 Billboard 国际最佳华语音乐录影带奖，让他走向演艺事业的高峰。2000年11月已经打进国际市场的李文，登上 Time 时代杂志封面，获评为华人之光，也曾获得美国哈佛大学颁发的杰出华人奖。2001年李文的事业持续攀向巅峰，在第73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，他演唱李安电影《卧虎藏龙》主题曲《A Love Before Time》，该曲入围奥斯卡最佳原创音乐奖，李文成为第一位在奥斯卡典礼上现唱的亚洲歌手。当年亚洲周刊也将他选为亚洲最有影响力50人之一。近年来他则参与多档音乐类型电视节目，自我突破，展现更多的面貌，惊艳众人。如今巨星陨落，让全球的歌迷都相当不舍，但他所留下的无数经典作品都会永远留在大家的心中。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. Beautiful and very thoughtful. Love you guys.
亲爱的，我是 Coco，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，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，我会加油。那这段时间呢，希望你们自己也身体健康快乐。我非常想念大家，我在努力，想念你们，我也非常想念你们哦，爱你。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gifts. Beautiful and very thoughtful. Love you guys. 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，叫缺憾吗？缺陷，对。所以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。那我在演唱会上，我跟大家分享了我的其中一个故事。就是我一直这么多年我都一直隐藏，就是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，叫缺憾吗？缺陷，对。所以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，所以我所有的力是要放在一边，然后我每一步走的每一步路都会痛，所以大家走的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有困难的 every day。 那对我来说跳舞是更加是一个挑战， but 我小时候是有做过这个手术，然后可是没有把它弄好，所以我的童年的回忆呢，就是大概是一岁多两岁的是在医院，然后是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就是会常常想念，想回家，可是sorry， 所以我都很难说这个，就是因为我都会想到以前小时候，对，因为小时候有这个恐惧，就是做完手术之后我不会走路，所以我会害怕。我也害怕，如果我在做这个手术的话呢，有可能会走不了路，有可能跳不到舞蹈，有可能跳不到舞，所以我会暂时不想去做这个事情。所以 every day 我都尽量去 live my life， do my best， 就算是一个挑战，就算是有困难的， but I try my best， 我去忍受它。